人本教育基金会来推动一项公益的计划，叫做数学想想故事屋。南投县毛队在做，主要是要协助更多囡仔会当快乐来学数学。人本教育基金会推动数学想想故事为课后社团，县内有28位热心的老师参加课程训练。南投县教育处长刘正伟就讲，期待未来有更加侪帮助教育的单位加入。我这边的话，最近在埔里，我们不管说孟德恩次方，还有这次数学想想国，我们都希望透过一个不管体制内外的一种合作，去达到说让在教学的方式能够更多元、更生动。人本教育基金会推动这样计划已经有20年，县内毛真济学校愿意加入。今天透过这个培训，我们希望下个学期我们能够为南投的国小，尤其是埔里地区，其实已经有6-7个学校来申请啊，要成立这个数学想想的故事屋。南投县议员叶明聪讲，看上优良的教育团队进入埔里镇，也看到真济热心的老师加入。有很多我们的地区的姐姐妹妹们来当我们的种子教官啊。然后在我们的数学想想国台中教室的张主任带领之下，让这样的一个教学方式把它带进来，由他们来种下一个新的一个种子。透过广告式的方式，让学生来学数学，期待会使增加因学习的兴趣。